无论你有没有留意，电力一直都在你我身边，带动生活每一环，推动经济。点确保供电安全可靠，而又做到价格合理和环保？点样为电力市场的未来发展做好准备？现行的管制计划协议将于2018年届满，政府正就电力市场的未来发展咨询公众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啦。